三月的蓉城，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建国以来，我国的第一次传统武术擂台赛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胜利举办。来自各市地州的189名运动员，在高85公分、10米见方的擂台上，各显神通，斗智斗勇，用传统的武术技击方法奋力拼搏，赢得了千万观众的阵阵喝彩和呐喊。加之赛时常常爆满，真的是擂台上携风云惊闪电，擂台下助声威起雷霆，极为壮观，盛况空前。人民日报、体育报、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四川工人报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对这次比赛的盛况做了大量的报道和高度的评价，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为了尽快将中华武术推向奥运会，使之适应世界性的搏击大赛，表现出中华武术强身自卫、体用结合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在四川省体委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擂台赛在尽可能完善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的前提下，严格规定了竞技部位，限制了危险动作，采用了只带护裆、不带护具和全套的竞赛方法，进行了七个级别、七天的打擂比赛。这次擂台赛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武术，振奋民族精神。这次比赛为中华武术的搏击运动走向世界做了一次新的尝试。下面我们把半决赛和决赛中的部分场次实况介绍给大家。运动员雄赳赳气昂昂登上了擂台，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裁判员运动员向观众致意，按规定腰间系有红带的运动员指定为红方，另一方为蓝方。现在裁判员检查运动员的穿戴是否符合规定。比赛开始，红方一上场就摆开了一个低桩提手式，第一个回合负重，互不得分。红方急于进攻，蓝方一个勾腿，又一个翻打，好，击中红方背部，蓝方得一分。红方直冲，一个右摆拳，击中蓝方腹部，红方扳回一分。蓝方滑倒，红方一个有力的盖拳，红方再次得分。红方不断变化位置，双方寻机进攻。双方消极打八秒，裁判员指定蓝方进攻。蓝方出腿，红方闪过，出拳连击，红方得分。双方打了几个回合以后，已经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打法特点。蓝方连连出腿，红方格击不利，蓝方奏效。比赛中，蓝方善用腿法，红方低桩劈打毫不退却。比赛继续进行，双方都在寻找战机，以假乱真，
引诱对方出击。好，蓝方起腿，红方没有闪过，蓝方得一分。红方猛烈发起攻势，直冲硬打，近身出拳，红方得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4-4平，双方运动员在观众的喝彩和欢呼声中都加强了进攻，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现在红方倒地，蓝方得两分。互中无效，刚才蓝方一个侧踹，动作干净利落，蓝方用腿又将红方击倒，蓝方再次得两分。现在场上的比分已经拉开了，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双方一上场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个南拳一个北腿，各施其能，双方都脱化不干净，都不得分。蓝方引下打上，一个翻腿击中红方，散打比赛是一场拼力量、拼速度、拼灵巧、拼意志的运动。蓝方滑倒在前，出腿在后，失一分。双方伺机进攻，起腿出拳过重，双方都不得分。过重又不得分，蓝方急速跟进，果断起腿将红方击倒，蓝方得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5，蓝方领先，蓝方再次击倒红方，又得两分。红方虽然比分落后，但不甘示弱，互中无效。红方企图以力取胜，一个重拳将蓝方击倒，这一拳很有分量，红方得两分。比赛继续进行，蓝方抖足精神，运转气息，一个跟进侧弹打倒红方，两幅相遇勇者胜。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刻，更是对运动员意志和力量的考验。现在场上有不少观众在为运动员喝彩，现在双方运动员都在进行最后的拼搏。中场的锣声响了，比赛结果蓝方获胜。场上切磋技艺，场下互相学习，是中华武术的优良传统。双方运动员友好地走下了擂台。去！现在在场上较量的是一对52公斤级的运动员。蓝方一个转身侧弹，红方起腿防护，第一个回合互中无效。蓝方用灵活的步伐引动对方伺机进攻，又一个互击无效。蓝方一个猛冲，你击我打，未能脱化开。
双方纠缠。男方猛冲猛打，首开记录。红方弃阵，裁判直接判定蓝方获胜。本次比赛最轻量级别的运动员上场较劲了，双方步法灵活，手法多变，引起了观众阵阵喝彩。你变我也变，你转我也转，吞吐自如，最快弹。好，哎呀，使用方法不当，滑倒在地，红方得两分。蓝方一个猛冲，红方最终有防，回起一腿，护中无效。蓝方看准时机，出腿击中，又一个回合护中，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难分难解。一个闪身钻进，白起一拳，红方得分。现在场上比分，红方4-1领先。俗话说，善缘能走化，墙角占上风。发虚寻直线，一点见真功。从场上的比赛情况来看，红方运动员在削摆躲闪、吞吐截拉上要打得活一点。好，一个漂亮的躲闪，抱住对方。红方起腿，转身一拳，把对方打倒在地，得了2分。红方比分一路领先，现在蓝方的攻势已经明显减弱，红方的步伐富有弹性，十分灵活。红方善于后发先制，以巧取胜。蓝方追打，红方避开锋芒，趁虚而入，又一次扭打无效。在激烈的争斗中，中场的锣声响了，场上拉开了战幕，一对56公斤级的运动员开始了角逐。蓝方多次进攻不到位，一个闪身，蓝方扑空。红方又一次进攻，一个抱膝摔，用力太猛，自己也倒了下去，蓝方只得1分，衣袖被扯破了，整理一下继续再战。抱住摔，蓝方一个泰山压顶，红方反而倒地在先，蓝方2-0领先。一个倒肩起腿，蓝方又得1分。摔，真险呐！红方差一点被蓝方推下台。双方行机待发，一个引出急入，正中红方前胸，蓝方又得1分。一个高腿，红方隔开，一个低腿又被隔开，又一个负重无效。
红方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示弱，奋力拼搏，护中无效。几个护中以后，蓝方突然跳起旗腿击中红方，蓝方再得一分。看来双方都属进攻型运动员，不善于引进落空，摔下去就差那么一点。旗腿闪过，击退，双方同时击中禁忌部位。裁判员对双方运动员劝告一次：打擂中如果出现重击头部或者危险动作，都将被劝告或者警告，被劝告者将失去一分。中场时间到了，比赛结果蓝方获胜。双方运动员在裁判记录台签字。一个磨盘扫腿，红方巧施一记把蓝方击倒，得到两分。你告我弟，护击无效。红方重击对方面部，被裁判员劝告一次。双方争斗得十分激烈，红方运动员得分，红方抱住蓝方，将蓝方摔倒在地。红方得两分，一个勾腿摔，可惜鸣哨在前，裁判员判这个回合无效。双方纠缠烂打都不得分。现在场上的比分，蓝方以2-5落后。蓝方虽然落后，但他毫不示弱，场上的比赛仍然很激烈。观众都在为双方鼓掌加油。双方纠缠打2秒，蓝方发起攻势，蓝方得分。蓝方逼近，红方闪转叠腿压倒蓝方，红方得一分。鸣哨之后，蓝方继续进攻，蓝方击中红方面部，被裁判员劝告一次。红方使用合掌直插手法，蓝方回腿又一次护中。
蓝方穷追猛打，红方最终有防。一个转身，红方抓住战机，将蓝方摔下擂台。一闪即过，观众都为红方取得绝对胜利而欢呼。现在场上进行的是65公斤级的决赛，双方运动员打得十分谨慎。虽然双方都是初次试手，但在预赛中，互相都观摩了对手的打法特点，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制定了一套巧取对方的打法。蓝方一个垫步侧踹击中红方，首次得分。红方一个急速跟进，倒肩侧踹，蓝方一个勾挂格挡，未中。双方行机待发，场上运动员都擅长腿法，你踢我踹，缠抱互不得分。蓝方出腿行性，抓住时机飞起一腿。蓝方起门，去！蓝方以2-0领先。蓝方后发先至，出腿切击，再次得分。红方又一次引进，好，一个漂亮的靠摔，恰到好处，再得两分。一次护击，再次护击，扭打，比赛结果，蓝方胜。中场的笛声响了，红方失利，蓝方获胜。场上进行的是48公斤级的决赛。一次惊喜，蓝方果断起腿，首开纪录。双方运动员腿法漂亮，可惜互不到位。比赛继续进行，互中无效，双方运动员下台。根据比赛规则，双方运动员同时下台，比赛继续进行。双方都使用连环腿，连连互中，双方寻机进攻。红方侧身一腿击中蓝方，红方得一分。蓝方使用连环腿频频发起进攻，但是负重。蓝方后发先至，一个倒钩腿，蓝方得一分。红方随即打回一腿，双方你来我往，腿法交错，红方又扳回一分。双方争斗十分激烈，蓝方靠近起腿，可惜双方同时倒地。蓝方在预赛和半决赛中过关斩将，终于夺得了48公斤级的冠军。场上进行的是56公斤级的比赛，
拦住一个低腿侧踹，轻取得分。红方跳起，被拦腰一推，摔倒在地，蓝方得两分。好，蓝方抓住来腿，顺势一抛，红方别出五尺以外，红方再次失去两分，双方互中无效。比赛继续进行，一个起腿闪身拖挂干净，蓝方又添一分。进攻无效，好一个正蹲扑，干净利落，再得两分。红方在失利的情况下沉着应战，红方击中蓝方腿部，得到一分。红方再次得分，急靠下压，蓝方又得一分。红方比分落后，奋起直追。好，红方追上一分。红方引发，蓝方奋起直追。好，红方被赶下擂台，蓝方取得了本场比赛的绝对胜利。取得这场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兴奋之中蓝方差点忘了同红方队员握手。红方一上场就走起了八卦步，吸引了不少观众。出腿不到位，连续攻击，拖化不干净，无效。再次无效。蓝方起腿踹中红方腰部，双方势均力敌，要得一分确实不容易。蓝方进攻，红方化险为夷，扳回两分，双方打成2-2。蓝方起腿过高，击中红方面部，蓝方被裁判员劝告一次。好，红方一个抱腿扛摔，红方得两分，双方运动员在场上表现得十分勇敢，都想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互中无效，又一次互中，蓝方抱腿，红方倒地支撑，蓝方得一分。一个倒挂金钩，蓝方再得两分。你来我往，争斗十分激烈。红方运动员在发出口令以后继续进攻，被裁判员劝告一次。蓝方运动员上下并用，又得一分。重心不稳，红方滑倒在地，蓝方又轻取两分。红方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企图挽回败局，可惜中场的锣声响了，红方失去了夺冠的机会。双方运动员一上场就主动进攻，一个巧借来势摔倒对方，不到五秒钟红方就先得两分。蓝方毫不示弱，猛冲猛打，双方同时下台，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寻机进攻，一个巧妙的蹬扑，红方将蓝方摔倒在地，红方得两分。双方纠缠，
双方对峙寻找战机。好，一个漂亮的躲闪。蓝方穷追猛打，抓住红方腿部，将红方摔倒在地，蓝方得两分。红方施法不当，自己倒地，白白的送给了蓝方一分。红方一个靠摔，将蓝方摔倒在地，红方得两分。在扭打中，锣声响了，红方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下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65公斤级的决赛。比赛一开始，双方运动员都不主动出击，都在刺探对方虚实。双方击打不到位，由于是决赛，所以双方运动员都打得比较谨慎。好，一个漂亮的背腿，可惜不到位，双方互重。蓝方运动员得一分。看来进入决赛的运动员确实技高一筹，他们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广大观众。红方一个低踹，蓝方一个侧踹，正中红方腰部，蓝方得一分。一个反身侧弹，蓝方再添一分。要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必须有勇有谋。看来双方运动员都想以巧取胜。一个急于进攻，一个退中有防，刚好一腿击中红方。这场比赛双方运动员都企图稳中求胜。最后蓝方运动员如愿以偿。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决赛，第一个回合双方互重，均不得分。蓝方倒肩侧踹，起腿过高，被裁判员劝告一次。红方主动进攻，双方纠缠，同时下台。双方运动员上台继续比赛。刚才蓝方运动员出拳击中红方运动员面部，被裁判员劝告一次。蓝方高腿击胸，红方低腿吹根，将蓝方击倒，红方得两分。双方纠缠达2秒。这是一场高个对矮个，腿法对腿法的搏斗。高个运动员手长脚长，占有一定的优势。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矮个要想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必须采取近身靠打的战术。好，刚才红方运动员起腿击中蓝方运动员，得一分。双方扭打，
红方让过来腿，抱腿一摔，倒地在后，红方运动员得一分。双方纠缠无效，互重无效。下半场比赛开始以后，红方改变战术，连连得分。蓝方在失利的情况下迅速改变对策，手腿并用迎战对方。好，蓝方把红方摔倒在地，蓝方得两分。双方纠缠，再次纠缠。好，蓝方压倒了红方，最后蓝方获得了60公斤级的桂冠。现在进行的是56公斤级的决赛，蓝方运动员一上场便起腿击中对方，首开纪录。蓝方运动员起腿击中红方运动员肩部，再次得分。双方运动员一上场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双方拉开了架势，互重无效，双方运动员你来我往。刚才红方一个背腿，由于攻击不到位没有得分。红方伺机进攻，比赛继续进行。刚才红方运动员得一分，退不测点，蓝方运动员得一分。这两位运动员都是手腿并用，拳脚交加，打得十分激烈。双方运动员都在寻找战机，红方猛攻猛打，蓝方运动员退中有防，防中有攻，蓝方运动员又得一分。虚虚假假，红方将蓝方逼到台边，可惜没有下台，比赛继续进行。刚才蓝方点中红方得一分，再得一分。红方抱住蓝方，终因实力不够倒地支撑，再失一分。双方纠缠，互重无效。比赛结果，蓝方获胜，夺得了56公斤级的冠军。48公斤级的决赛紧张激烈，红方一开始就占了上风，首开纪录。红方使用连环腿击中蓝方，再次得分。蓝方毫不示弱，双方手腿并用，打得十分激烈。蓝方跟进出腿，
分，南方扳回一分，再次出击，南方又得一分。现在场上出现了第一次平局，2-2。又一次交手，打倒红方，蓝方得两分。这一对最轻级别的运动员在场上表现得十分灵活。红方多次起腿没有到位，一个靠摔，红方扳回一分，双方的比分咬得很紧。在激烈的搏斗中，双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是很大的，运动员除了要有精湛的技术以外，还要有顽强拼搏的精神。一个别摔，红方把比分扳成了4-4。这是场上出现的第二次平局。这一对最轻级别的运动员确实打得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双方运动员你来我往，手脚并用，好一场龙争虎斗。几个回合以后，人逐渐分晓。终于红方领先一分。好一个引进落空别腿摔，红方再见功效。南方自感实力不足，要求弃权。红方获得了本场胜利，夺得了最轻级别48公斤级的冠军。现在即将进行的是75公斤级的决赛，场内座无虚席，观众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观看这场比赛。上场不到5秒，蓝方就引上打下，轻取一分。双方一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红方连连出拳扳回一分，蓝方一个腾空蹬腿正中对方，有效。双方都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个扇腿一个扇拳，打斗十分激烈。蓝方起腿连击得分，比赛继续进行，双方运动员伺机待发。突然红方运动员连连出击，蓝方运动员连削带打，观众对双方运动员的激烈搏斗报以热烈的掌声。蓝方变化矮桩，起腿进击，互相扭缠，红方起腿点中蓝方腿部，轻取一分。场上比赛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红方连连进攻，蓝方防中有功。在激烈的争斗中，双方头部同时被撞。比武场是交流技术、切磋武艺、光大中华武术的场所。观众正在为双方运动员加油。蓝方起腿点中，再得一分。双方消极打8秒，裁判员指定蓝方运动员进攻。现在双方拉开了架势，负重无效，
双方纠缠。再一次纠缠。最后，蓝方运动员获得了75公斤级的冠军，红方运动员获得亚军。这是首届荣成武术擂台赛70公斤级的决赛。比赛一开始，双方运动员争斗就十分激烈，你来我往，毫不示弱。双方纠缠无效，蓝方一个鹰腿闪开来拳，近身一靠，首开纪录，蓝方得一分。红方抱摔不成，着地在先，红方又是一分。红方寻机反扑，哨音发出以后，红方继续进攻，受到裁判员提示。又一个回合无效，双方纠缠，被裁判员分开。蓝方侧转起腿，击中红方下巴，被裁判员劝告一次。红方猛扑过去，蓝方顺手牵羊，红方又失两分。红方比分虽然落后，但毫不气馁。红方连连发起攻击，蓝方再次击中红方面部，被裁判员劝告一次。红方运动员面部再次被击中，裁判员进行必要的提示。双方纠缠，裁判员鸣哨在前，倒地在后。蓝方运动员起腿击中红方运动员腰部，好，干净利落的反扫腿，红方运动员被击倒，蓝方运动员得一分。蓝方运动员踹中红方运动员腿部，轻取一分。红方连连出拳，左右轮劈，蓝方回手又将红方面部击中。根据比赛规则，一方运动员受到裁判员5次劝告，将失去这场比赛的资格。蓝方运动员一个扫腿又将红方运动员击倒，蓝方运动员再得2分。红方运动员以拳引诱蓝方进攻，蓝方起腿，蓝方运动员又击中红方运动员腰部，再得一分。全场观众情绪高涨，在热烈的气氛中，70公斤级的比赛胜利结束，蓝方运动员获得该级别的冠军。